小兄弟也多谢你了，杨大侠客气了。这几日听你言谈之间，说起过许多地方，没想到小兄弟你小小年纪就已见多识广。不过是居无定所，四海为家罢了。6年前。 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商家堡的地方？在下没去过。苗大侠，那您与这个叫商家堡的地方又有什么渊源呢？说来惭愧，当日我一时大意，被困在一个用轻铁打造的大厅之中，贼人在外燃起大火，想让我葬身其中。 在铁皮屋外烧火，岂不是铁锅炖肉非得煮化了不可？姑娘素颜甚是，纵然在下武功再高，也无法掰开那铜墙铁皮。多亏一位小兄弟，冒死相救，打开了铁门。小兄弟，他开了门之后便没了踪影。后来我到处打听，也没有找到他的任何消息。 只知道这位小兄弟用的是胡家刀法。苗大侠，那你觉得胡大哥跟这位小兄弟有什么关系吗？程姑娘说笑，这位小兄弟救人于水火之中，胆识过人，在下自愧不如。胡兄弟，你的武功也属上乘，不知是何处学来。 在下自幼跟随四叔长大，武功也是跟着四叔学的。你的一招一式都是胡家刀法。试问辽东大侠胡一刀，是你何人？苗大侠，我使的胡家刀法。 不是您亲自指点的吗？恭喜田大人，贺喜田大人！ 双喜临门，全部。客气，客气。田掌门，周大哥在楼上等着呢，有请。知道什么叫一步登天吗？皇上的一扳指，咱们辛苦当差这么多年，别说是赏了，连见都没见过。 马匹拍在点上了，咱们呀，就羡慕着吧。也不知道他田归农采了什么狗屎运，红花魁的密信，竟让他给截了去。哎，田掌门，哎，周大侠，周大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田掌门，现在的天龙门是八大门派之一。 请，请，请。胡大哥，你为何又说谎？你包袱里那本不就是胡家刀谱吗？林姑娘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苗人凤就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。他刚才说的那个小兄弟就是我。6年前我在商家堡去见过他，他当时被困在铁笼子里，差点被烧死。 是我救了他，这又是为何？趁人之危，小人之举。
我要为我父母报仇，就应该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。他应该死在我的刀下。我明白了，你让我救他，就是为了能够用武功杀他。等他眼睛好了，再去找他拼命。对。胡大哥，苗大侠武功有多厉害，你也亲眼瞧见了。当日他眼瞎，被好几个人围在房中，也不落下风，还能指点你打赢田归农。等他眼睛好了，不就像猛虎生翼？你打得过他吗？我不知道。自我懂事起，田四叔便让我练武学拳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亲手为我父母报仇。不管打得过打不过，我跟他总是要打这一场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何必救他？林姑娘，你做的没有错，我还要恳请你，一定要将他的眼睛治好，恢复到以前的模样。吴匪感激不尽。各位大人实在太破费了，改日呢，在寒舍设宴，还请各位大人赏光啊。那是自然呐，到时候我们兄弟一定到。好，大人到。来，楼上请。哎呀，汤大人，好久不见呀。声音还好吧？哎，还好。他呀，这是知道自己地位不保，特意来巴结田掌门了。这个汤大人可不得了啊，本门功夫练得不怎么样，却长了一对千里眼、顺风耳，武林中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上报给朝廷的，那功劳啊那得多大呀。可惜了不是，偏偏这些年武林平安无事，唯有那红花会让皇上心里感到不安呢。这姓汤的盯了红花会这么久也没点消息，反而被田大人捷足先登了，佩服佩服啊。来，哎呀，唐大侠各位先到了啊。失礼，田掌门，可喜可贺。这不是甘霖会七省的汤大人吗？我田某之前几次求见汤大人，都有要事在身。呵，今日我田某真是三生有幸啊，总算是见到汤大人了。哎，坐，坐下说话。汤大人请。请坐。哎呀，田掌门，汤某确有公务缠身，还请田掌门多多原谅。这样，来晚了，我先自罚一杯。久闻田掌门英雄盖世，心胸宽阔，还请多多原谅。哎，汤大人言重了，你我都是为朝廷、为大帅办事的，就不应该分彼此，是吧？田掌门所言甚是。哎呀，田掌门现在是朝廷的大红人呐，那也是我们武林中人的骄傲啊。对，那是的。不过圣意难测，天威难断，这个做差事跟做买卖又不同，买卖无非就是个赔赚，差事呢一旦做砸了，轻则前功尽弃，重则那是要掉脑袋的呀。你说这话
真是肺腑之言。我田某铭记在心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菜都凉了，动筷子，动筷子啊！来来来来，啊，对对对，来来来。苗大侠，你怎么喝起酒来了？嘘，替我保密，别告诉程姑娘。不敢吗？不敢吗？真是一滴都没留啊！当时在商家堡救过我的那位小兄弟也是如此。你们两人简直如同一人。当日你与田归农比拼之时，所耍出的刀法与我口中所说一模一样。如果不是事先一番钻研，胡家刀法绝不可能在说话间便可融会贯通，所以你口中所指的四叔正是胡家的中仆平四，而你与胡一刀胡大侠的关系必然非比寻常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就是胡大哥的儿子，对吗？不错，我便是胡一刀的儿子胡斐。我也有一事想请问苗大侠，为何要害死我爹娘？这是你爹的遗物，想知道真相吗？除非你用这把刀养了我。来，让我看看你对胡家刀法到底领会了多少。
范主，嫩枝迟生为己，缠脚结华钩，远远胜于木偶钩剁大屁。又对我百般指教，究竟为何？既然你与我爹情深意重，那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告诉我真相，告诉我！若非当初年少轻狂，若非曾被虚名所累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可惜人生却无若非二字。为你的爹娘报仇，这就是真相。动手吧。Thank you.
娘，我找了这么多年，恨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这就是答案吗？我真的下不去手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四叔。胡大哥，这世上的事多半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。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清楚，但是有一点我相信苗大侠，他确实不知道那把刀上有毒。那时候师父捡到我，我是一个快要病死的孤儿，师父日夜为我医治，我才渐渐有了好转。有一天师父在给我治病的时候，我听到了苗大侠的声音。请问毒手药王依琛先生是住在这儿？哎，你是谁啊？苗人芳。你干嘛？哎，不能进，不能进啊！师傅，我想知道这上面的毒是什么毒，谁下的？山上就三个人，只活了你一个。你来我药王谷要答案，凭的是什么？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名号，凭手中无人可敌的长剑。你是要把下毒的罪责强加在我妖王谷的头上，还是想让老朽向天下证实你的清白？我是来要个答案的，并不是来杀人的。要么自说自话，企图欺瞒世人，要么就是胡一刀要毒死你，反倒自食其果。我尊重你，也请你尊重我的朋友。如果当时苗大侠和我师父都没有那么傲气，他们两个能心平气和坐下来说明白，或许就能知道那把刀上的毒从何而来。师父对这件事也是一直耿耿于怀，每当想起来也会轻声叹气。那日我听说你要救的人是苗大侠，我便马上决定过来。胡大哥，我可不是因为你才来的。我原本以为害苗大侠眼瞎的是别的毒药，可当我医治之时，发现只有药王谷的制毒手法才能做出此种毒药。幸好我种出了七星海棠，否则我也束手无策。那制毒之人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师兄师姐啊？他们哪有这种本事啊？师父也只跟我提过这种制毒手法，但绝不允许拿来使用。如果没有七星海棠，这种毒药是解不了的。那你说的这种毒和害死我爹娘的那种毒是同一种的？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也无法印证了，但既然师父把衣钵交给了我，我就要查出真相，不能让这些罪恶之人在世间胡作非为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一定要找出害我父母的真凶。你要找的真凶，或许也是我要找的人。对了，听说京城马上要召开天下掌门人大会，届时武林各派的人士都会赶赴京城，如果我们去那儿的话，应该能得到一些线索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京城。林姑娘，多谢。痛快，痛快啊！
当年我求见于这个汤佩，他竟然敢拒我于门外，还不止一次，瞧不起我天龙门。哼，好，如今啊，天龙门也是武林八大门派之一，终于可以把他踩在脚底下了。掌门英明，天龙门如今飞黄腾达，连皇上都有耳闻，谁也不敢小瞧我们。嗯，瞧这宝贝啊，哎呀，如今我终于有脸能够回去见兰妹了。林姑娘，她的眼睛……放心吧，我已经把草药交给孙前辈，敷几次啊就会痊愈了。程姐姐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孙前辈，我们有急事要办，苗大侠还有小妹就交给你照顾了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一些私人恩怨罢了。孙前辈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小妹，一定要听苗大侠的话。田掌门，别这么小气啊，拿出来给我们大伙儿开开眼呗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皇上看得起我天龙门，赏赐我这个玉扳指，是为了让我不忘皇恩，不是拿来炫耀的。哎，老头，你命人呐，尽快动工修大殿，我要把皇上赐给我的这玉扳指供在大殿里，时时刻刻让天龙门弟子都能看到。但这可不是炫耀，是要让我们时时刻刻的不忘皇恩浩荡，让我们更好的为皇上办差。如此一来，天龙门必将一飞冲天，成为天下武林第一大门派啊。对呀、啊哎、什么第一大门派啊，不吃饱喝足谈什么大门派啊。啊，大家赶快入座啊，不醉不归，赶快入座，不醉不归啊！各位请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哎，怎么不见夫人呢？哦，回掌门，夫人说有些头疼，就先不过来。来，你先照应着，啊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去和朋友饮酒尽兴吧，不用管我。哎，没关系的。哎，对了，这次从京城带回来的首饰和布料喜欢吗？喜欢，都很好。我知道我没能把兰儿带回来，你很失望。这不怪你，我只是有些挂念孩子。你放心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，你只要顾好自己的身体，
啊，你想想，日后兰儿来了，如果能有一个弟弟或妹妹陪她玩，哇，那该有多高兴，是吧？哎，我有个好消息。这个可是皇上赐给我的御扳指，刚才在前院那些江湖上的朋友都想一睹为快，但是我要先跟你分享。这皇恩浩荡，你想想啊，假以时日啊，我田归农出将入相，也一定会封你个诰命夫人。那你得了皇上恩宠，就更没时间陪我了。兰妹，你不替我感到高兴吗？功名利禄看着风光，有时却会要了人的命。我只是替你担心。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好，我懂了，你去招呼你的朋友们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有些累了，先睡了。早点休息啊。又能看见我的兰儿。哎，苗大侠的眼睛好了，程姐姐使药解毒的功夫当真一流。过不了多久，苗大侠的眼睛就能恢复如初了。苗大侠，你的眼睛真能看见了？尚未清晰，但不碍事。胡兄弟呢？程姑娘呢？他们有事先走了一步，他们一再嘱咐我要你安心养伤，不可劳神呐。哥，你在找什么？哦，我有一些东西落在苗大侠的家里了。东西是我帮你收拾的，胡家刀谱都放在你包袱里了。哦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，就是一些银两细软什么的，这要是不带上的话，咱们俩打尖住店都麻烦了。我这里有银子，你不用担心。你是在找他吧？林姑娘，你还真是心细如尘，什么东西都帮我收好了。什么胡家刀谱，什么银两，都没他重要吧？
大哥，大嫂，十八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了你们的孩子。正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数，苗大侠，胡大侠已亡故多年，如今他的孩子不但治好了你的眼睛，又与你一起退敌，说起来也是一段难得的佳话。胡大侠在天有灵，可得安慰了。令郎天资甚高，且嫉恶如仇，假以时日必称霸武林。和着